地的这个三栋，三加一栋，非常有钱财的哦，三加一栋的这个白宫豪宅，那也被网友呢就误会成说这边是彰化的奥莱哦，有可能再盖下去后面会有摩天轮哦，会有电影院，那或是说有人觉得哇，这真的就是财力的展现。公主城堡，那为了呼应这个公主城堡呢，我今天也是有备而来哦，穿上这一件就是非常闪亮的战袍。那这件战袍呢，红色当然代表了喜气，还有一个寓意，这一件是我在上一次市议员选举的时候，我有穿这件去帮嘉义的一位市议员去助选他的选前之夜，让他有高票当选。所以说也是希望穿的这一件，除了我们致敬依凤公主城堡，也希望可以给英宁这一次的选战带来喜气，助高票当选。